Member FDIC。财经新闻由中国信托银行赞助播出。华尔街股市今日轻微波动，道琼斯指数继续升，但系 Nasdaq 就回软。张丽报道，股今日走势反复，道琼斯继续升36点 ，S&P 500亦升3点，呢两大指数已经连升3个交易日，但系 Nasdaq 就从高位回落，今日微跌2点。Alphabet 昨日公布的季度业绩强劲，股价今日飙升超过7%，是9个月嚟最好的表现。在美股散户追击热潮中，被追捧的 GameStop 股价过去两日累积跌了超过80%之后，今日反弹上升2.6%，报92元。连锁电影院 AMC 今日亦反弹，升了接近15%，但这两只股票在盘后又跌翻。财长耶伦表示，本星期将会召开跨部门会议，讨论近期股市波动的情况。有份开会的部门包括证交所和联储局。在收市之后公布业绩的包括晶片业的Qualcomm，经过调整后的盈利符合预期，虽然销售按年上升超过60%，但比华尔街预期略为差。股价在盘后跌了接近7%，其中 Qualcomm 的晶片销售增长强劲，尤其是 5G 手机热卖，导致手机晶片在第四季按年上升接近80%，达到42亿。另外，支付平台 PayPal 第四季盈利和收益都符合预期，其中利润翻了2倍，因为疫情期间网上付款需求激增所致，股价在盘后飙升超过4%。26台记者将